占心安。我这边一切都好，你呢？今天中转站初步落成，我也安顿好了。你准备的行李比我能想到的完备很多，布置好之后，房间里有了点生活气息。但没有想到你会放唱片和留声机，曲子很好听，明媚温暖，像你。另外，你可以放心，我有在改变习惯，每天晚上我会回房间休息。就是这几天晚上风大，有时会感觉房间里少些什么，有点空。袋子里装的是薰衣草，希望在路上不会丢。是在一片很小的绿洲里发现的，树上说这种花很娇嫩，没想到在沙漠里也能活。很少见到这样的紫色，想送给你，但路途遥远，要送到你那儿，只能把它做成干花。想保留它的生命力，送到你那里。不过或许，在你的世界，这种花很常见吧。新轨道的建设准备已经就绪，明天我会继续探索沙海。如果有事想告知，请回信。乐园的建设也需要人引领，他们都很喜欢你，也希望你能成为这里的主心骨。是，沙海跋涉很苦，我也不想你受伤。谢谢你帮我准备行李。没，要这几天有点事情，我就帮他照顾一下了。不过，小绿叶想看我调酒吗？我不是不能露一手哦。烈酒，什么样的烈酒？哦，原来是想丰富人生体验，理解理解。那就给你倒一杯改良版战团烈酒，怎么样？你酿的酒味道很特别，就是甜的不像酒。好喝，
比战团的酒好喝。如果有事想告知，请回信。一身的沙子，又得换衣服。这是小孩子才会穿的什么？故意的吧？祝贺探索团沙海归来！我跟阿英首领一起回来的，我也要干杯。
我也有酒喝了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你酿的甜酒一直很好喝。倒是你，这些天改口味了吗？为什么要喝那么烈的酒？我记得你不喜欢。抱歉，我回来晚了。你的欢迎在车站我就收到了。还好，好在当时我没有喝水。但是记性确实很慢，我知道我们见不到面你会难过，我也知道在可能出现沙尘暴的区域把守会很危险，我不想跟你分开，但当我好好的回来了，像你要求的那样，我没有受伤，也没有透支能力。我也有点想那里了。但是也有遗憾，遗憾我没能及时接着你的信，一封一封回你。
应该是这样吧。那就遗憾，遗憾你总能叽叽喳喳写上两三张纸，而我只能回复半页。什么？我做不来这个。那你先把手从我肩膀上放开。我开始后悔答应你回你房间聊天了。我平时话很多吗？我以后改，但是你让我做什么语言训练，我做不到。问你写信的时候吗？我发现我很想你。我以前没有想念过哪个人，从来没有过。过去我会被愧疚牵制住，被那些眼睛在火焰里、杀害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会被他们牢牢抓住，会走不了，然后一遍一遍在脑海里重播那些画面。但是这种感觉和被你牵制住不一样，我没有体会过类似的感觉。我想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，想知道他有没有像我一样牵挂着我，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你的样子，衣服、头发，还有说完了。你怎么了？说错了，我不会表达，我的嘴很笨。以后
还是写信吧。我的语言表达训练合格了吗？已经没有生命力了。我想把看见的东西固定下来，告诉你。但它变成干花时，那些东西却消失了很多。而你，你不一样，你会绘画，可以用那种方式把你见过的美的东西全部分享给我。我很喜欢你的画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要好好休息。晚安。什么意思？我没有房间了吗？房间挺好，不空了。我会尽量让信变长一点。语言表达训练，对吧？再见，等我回来。
我回来了，我找到了沙漠的边界，所以回来了。我想现在就带你去那里。小心。这里，喜欢吗？哪个站点你都很喜欢。你给我的，是你给我的，还有你选的衣服，你的信，我不会让他们尘封。不会。每次再出发的时候，有东西留下才好，就像标记，或者绳索。他们让我记得，也能一直陪伴着我。